又不是不能赢。他打都还没打就已经开始叫了，要叫就打完随便叫。哎，刚才我帮你想了一个，就是打微博的时候，是吧？等等，你就带块披萨上去，然后边走边吃。对。我想好了，我吃薯片。为啥薯片？因为刘劲松那个 ID 就是薯片的意思。对，他就是薯片。我吃披萨呗。怎么样？老板大哥吃。可以。天王，那你吃披萨，我吃薯片，好吧 ？OK， 没问题。吃就吃呗，谁没吃过披萨？他吃，我吃水。我直接把他基地吃了。而且正面只能是卖掉帅哥了吗？那枚水泡泡了四个。我的秘密由我做主。我想说，今天这个环节有一个人他不孤单，我是 Light 选手的粉丝。的范围里，正面卡达位不让这个龙脱战，他在被迫要往前走，看一下龙的血量。那在还卡在最前面，你的狂暴向前，我的天！左手有闪有秒表有大招 ，ADC 把阿卡丽单杀了 ，Unbelievable！ 侧面 Light 把 Knight 给防了，他直接单杀了这个阿卡丽。当然，娜美会加 buff 啊，但几乎是一个单杀阿卡丽啊。上高地的时候，就小五有点想秒那个泽利，然后没秒掉，就然后失败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跟我们道歉。就其实，就如果没有他这把的发挥了，就可能我们都不会有上高地的那个机会。TP 过来保了，可在这个位置要不要回身反开？回身反开，鳄鱼开大顶一下被推到，终于在小虎的帮助下，帅哥还是想推完剑再回，然而左手却靠了过来。耶、yeah, ！但是你有中单，我没有吗？帅哥还是被这波线吸引了。帅哥没大没闪，怎么办？感觉没有操作空间啊！小虎在路上，哎，能投没事，有烟雾弹保底，二段二直接斩。能杀吗？能杀吗？十几杀很高。是的，最后一个 Q。哇，小虎我哭死。然后小虎这个伤害是真的高。Q 一下，三分积血没了，一个 W Q， 半血直接没了。兄弟阿里，都觉得我们会输。I don't know.